这是一笔赞助测试波浪符。哎，各位观众晚上好，感谢持续收看奇哥达哥奇达这一家。那刚刚准备好回来，先一样上个直播哦，跟各位聊个天。哎，峰哥好，晚上好。也不知道怎么样，今天礼拜一，觉得好累，好累，好累哦。可能天气多变化吧。哦，今天2020年4月13号晚上9:05，今天星期一。哦，星期一上班日，上学日。哦，好累哦。啊，一样还是先晃一下吧。那一样还是到我们的员工伺服器逛一逛，线上人数30人。这两天都在试声音啊，这样试好像有点大声，那太小声音又听不到。再来研究研究吧。设定延迟。给、okay, 好。所以说最近排序蛮少的，好，现在9088位玩家，啊，游戏币2,650,1,970.77元，好，那游戏线上人数32人，我因为最近蛮多，鱼仔在参观他的家吗？哇哦！母羊的那个商城，可能最近天气多变化吧，大家都会懒懒的。那记得各位还是要把身体顾好啊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衣服穿暖和一点啊，不要穿的不够温暖啊。从来没有抬头看一下哈，我们的第二副本上面的兵也是包住的哦。每次都只看前面，这个抬头看来不一样哦，所以人家想说换个角度看世界都是不一样的。哇，这是我们的母羊。我想一下，但是我如果声音调掉的话，我的DC 又听不到。听声辨人啊，应该是听王出现的声音才会动吧？啊，好，下一个。
对？有时候在杀副本哈，叫他讲话聊天也蛮困难的，因为被怪物打啊、伤害啊、攻击啊，都会喷一些视窗显示。那视窗显示，你要跟他讲说要看得到说话框，真的是很难的，难的哦。我们的圆圆就是圆圆，你看盖的这种超大建筑物，吓死人。哦，所以他们都爆肝在玩，哦，不然就是先挂着睡个觉，赚个钱，赚个材料。哇，将近快二十几个挂在赚材料的，哦，真的。哇。活蛇地狱没有怪哦，帅了。嗨，明月，晚上好。来点首《碗头仔水蛙》，不能点歌的，再点歌来要被锁账号去了。你现在目前已经蛮多人都被人家锁账号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只要点歌的观众朋友，很多人被人家锁账号。AW， 晚上好。来看一下有几个有开着。好，到星宇看一下。哎咻，哎，按到中文的。我说用 1.15 啊，只要更改之后有没有地下全部是亮的，地下全部是亮的。哦，还有熊猫，哦，还有什么？哦，咋啊？哇哇哇，在哪里啊？好像每次 SPAWN 他都会这样子哦，都要谣传一下哈，有人在跳哎，偷看一下，哎，没看到人呢，哎，假人哦，好。连我回大厅啊，对哈，大厅又回来这边了，哎，这。对，好吧，再把插件生存吧，华宝。箱子爆两个。对，好啊，手放那边。
怎么感觉开个箱子手会抽筋？金矿、铁矿下去烧，好，换。对吼，还没有做门，还没有做门。看到怪物出现，哎，不对，不要，怪物好多，怪物好多，我放弃，还是去地底下混吧。混到哪里去？好，变混。所以说我不开音乐应该安静多了哦。音乐好大声。对啊，开最大啦。啊，买快服的音乐咧。哦。到处连爆，超级挖矿模组，挖一块全部爆，好，往前探索。拿到了乐透券之后，离开了游戏。所以说不听音乐。安静的，有什么？对哦，各位玩家，这个就是生存。生存就是挖材料、收集材料、建筑材料，再来就是看游戏有什么样的副本内容。现在新闻在报美国失业，专家估计32%，天哪！
哦，沿江区也。其实不开音乐还蛮安静的，讲话就更清楚了吧。红生点，你要做什么？W 说奇哥为什么要换频道直播？因为那个频道乱放歌啊，乱放歌被人家封锁，不能直播啦，变成不能直播了。所以我现在换这边在思考，在调整啊，所以要重新再适应一下。我现在都在测试啊，顺便玩一玩新的东西。放那个免费音乐好像有点吵。
材料，碎石哦。One, do not have. 哎，他不是说 one, 算了。有很多观众要加油啊，对啊，所以现在就是轻松轻松在玩，轻松在测啊。喂，太快了！快喂！哎、欸，对啊，我。乱整理，又在乱整理，整理一整理。
跟你说，希望同事下次还可以跟我打赌，目标侯部雄餐厅及元首牛肉面哦。哎，我的字好像不行哎，看一下我的说话框有没有出现。OK。对哦，忘了要砍树，是一斧全部砍。天黑了，快跑哦！哦，PP 26个人哦，奢品。有一个邮件，请点收。哦，15位玩家在线上，惊叹号才可以讲话。快来吧，
我啊，皮皮伺服器又更新蛮多的哦。生怪砖掉落，生怪砖。防喷防爆，不防喷防喷防爆。26位，对。Thank you.
喂。喂，麦克风。又不见了，喂，又不见了，奇怪，为什么你都跑掉嘞？啊 ，Discord 变两个。哎 ，OBS 声音变大。难调啊！
好，到时候再调音乐喇叭。好了，累好累，没精神。拜拜，先关直播了，好累哦，先去试一下了，拜。